打这种卡牌六级剑不用急哈，六级后他自然炸了，他是 AD 我很尴尬呀，出去得被他点。 回家了吗？我下去了，我操！装逼，带走！呼，没了，兄弟们，跟我作对是吗，师哥？ 等一下 AWQ 正好，但他又闪的话就杀不掉了，赌一波。TP， 还有残影。 犹豫了呀，马腾。 马上直接 Q 的话会好一点，不好意思，无解肥，无解肥。来，他们赶来就全得死。
好，手术刀 ，Doom， 戳死的感觉很爽。接着拆，下路有点想去啊。 打飞我吗？打死你！他们的死哥是死了对吧？看到我了好像。直接秒！哇，太飞了兄弟们，这把我走了，这个塔我不吃了。 我都想做巫妖了，但还是先把大殿先做出来吧。太绝了！他们几个草丛，他们是两个草丛。打断。 他这个飞大招，我们一个 Q 能打的塔不太安全吧？看到了，他带致命节奏，怎么还买个这个爆裂魔杖呀？这个橱窗有点看不懂。说实话，好像没有在刷蓝。 闪现三浪费了，算了，给他吃吧。我打教学级还想去残影，残影的话前面猛一点啊，杀得快一点。但我打峡谷，我感觉时光会好一点，有点稳，轮速力高，开图。 当然是不够了。
感觉不如直接买帽子。 打野了，大野了，直接踢吧，他应该没W的，没W，哈哈，还是被打断了呀，被打断了。 我们的塔没了，就是不剩11级，很烦。一个也。 不找他了，兄弟们，找他一次试一试，这波比太狠了，真的。打得过吗？被他弄死2次了。 这人快受伤了，我死了3次，全是波比杀的。
我想想，我的装备，买沙漏吧，对，想买沙漏还是？被波比连杀三次。Enemy rampage。要把这个坦克开吗？防什么？没事，我有 TP， 我有 TP。这塔我必须得拆啊，谁都保不住的，我必须要拆。什么星座？摩羯座。我一月份的，性格如此，兄弟们，我一定要拆这个塔的。耶稣来都没用，我说的。来，你守吧，妈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爽，太爽了！我复活了！我操！不是你干嘛呢？我都踢了，你俩不动呀？来，来，全拆完。一波拆两个塔，各位。我马上就到。你是不是还是有点距离啊？
传送，别控五秒钟啊，4.95秒，夸张了，我不是任性的，百分之二十的任性。要龙魂了，我发现不能给他们当龙魂，龙魂不好打。受不了你这种装逼的，好，就干你今天，血亏，穿那个吧。还没传过。跟辅助换一点亏啊。上头了，算了算了，7000不便宜。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看哪呢，哥们？怎么对面这视野做的确实有点好，说实话，确实有点好。好，来，再好，结束。我这个血量够了，一波。谁骂我，兄弟们？
一把不输兄弟们，一整天一把不输，大师一杀。